您呢一定想不到，这农村酒席的厨子比大酒店做的还好吃呢。就这碗丸子汤彻底就把我征服了，我给这大厨买了条华子，还把这配方啊告诉我，提前把这粉条先煮软了，控干水，然后把粉条剁碎了，加屏幕上的调料抓把黏了，挤成小丸子，在油锅里啊炸熟了捞出，油温升高，再次复炸金黄酥脆，另起锅把这花椒八角炒香了捞出，放番茄丁炒出汤汁，加上这屏幕上的调料，开锅勾个薄芡，甩个鸡蛋，胡椒粉用醋搅拌匀了，放入这菜码和丸子，把汤浇进去，嘿，酸爽的鲜汤再带上那酥脆的丸子，肚子都喝撑了，还想喝，绝了。